其实丽人明月星自开播以来受到很多人的关注。剧中迪丽热巴饰演女主公孙丽，是魏国大将军公孙羽的孙女兼弟子。战国时期七国并列，战争不断，同样也是英雄风靡忌讳的年代。而公孙丽与嬴政荆轲的恋情就在这乱世上演。公孙丽又是向荆轲青梅竹马，并早已芳心暗许。由于战乱，荆轲带着公孙丽逃到齐国，然而公孙丽倾国倾城的龙马惊动天下，嬴政垂涎已久，不惜以武力威胁齐王击除公孙丽。就这样，公孙丽被掳到秦宫成为丽姬。公孙丽来到秦国后，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，但孩子却不是嬴政的，而是二师兄荆轲。为了保住荆轲的血脉，公孙丽只得委曲求全。然而在与嬴政正式相处的过程中，公孙丽发现二男冷酷无情的嬴政内心却是小暖男一枚，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慢慢爱上了他。嬴政对公孙丽也是爱护有加，就连公孙丽和荆轲的孩子嬴政也视如己出，一家三口日子也是其乐融融。在嬴政的宠幸下，公孙丽在后宫中的地位越来越高。面对后宫残酷的斗争，公孙丽以自己的善良和聪慧一一化解，最终成为后宫之主。据悉后来荆轲入宫刺杀嬴政失败，荆轲被杀，公孙丽自是难逃罪责，为成全嬴政的一统天下的梦想只求一死。嬴政悲痛欲绝之下赐公孙丽毒酒，最后公孙丽香香玉损，公孙丽与嬴政从此也天人永隔，空留遗憾。显然在江山与本人之间，结果一定嬴政选择了前者。